为注意。本影片为两年后和之国剧情。太 easy 了，是体力牌。这里好难哦，这很难，对不对？我都不行。海贼是什么？海贼就是海贼。现现果实啊！各位观众觉得像吗 ？Oh my god！ 直接放弃。哎，真的好厉害！啊，厉害厉害。出现的第一个女性自然系能力者是谁？这有机会哦。这我不会。女性是全部的剧情，对，从一开始。OK OK。第一个出现的自然系。再让我想一想。好，我们半个小时。OK OK。明明就不会。我现在想一想，我在回想，就具体哪一个是第一个女性的？冰火岛上面，他被索隆打倒了。它是什么果实？我忘记了。没关系吧，讲出是谁就好了。还是要把果实写出来。没关系，果实。你又在哇，好烦。海王真的是可以促进台日友好的。可以可以。看香香平常话很少，他来这一集，有没有觉得话变比较多？有。哎，已经过半个小时了，你知道写完没？你画完了吗？画。请翻。你看，你看，对对对对，就是这个，对对对，第一轮跟我一样的逻辑，对对对，一样的逻辑，对对对，逻辑跟我一样，对对对，太厉害，好笑，对对对对，他逻辑跟我一样，对对对，我觉得应该是0.5分，0.5啊，你们答还有0.5就变一分，哦，好，莫奈是对的，因为他有翻译，莫奈莫内都可以，哇，其实你好猛哦，厉害，很厉害，好，下一题。请写出五个在《海贼王》中卧底过的角色。你知道卧底？等一下，卧底是什么？卧底 spy。spy OK spy 好，我知道 spy。可以写日文啊？因为答案其实不止五个，答案很多。哦，原来原来。很多个答案。很多 spy。很多个，很多人都当过，只是你了解五个就好。你要画吗？我又忘记他叫什么名字，最新的那一个五。spy。哇，我有了，超厉害的。不打，我哇我。五个。会很厉害哦。有那么多个哦，有超多的。好了好了，好，请翻牌。克拉松、大熊、大熊、狂死狼，对，三个。这个是 CP9 的那个首领，有一只鸟。然后这是那个恐龙上校，这是那个对贪食啊。所以这样子是1.5。请叫我小画家09。我的是维维、克拉松、大熊、罗宾，然后维维的鸵鸟伊卡莱姆，他那只不是吗？伊卡莱姆不是，哦，不是那只，是他大臣。哦，对不起，他的鸟也是。他算吗？那个是。啊，那不算。我是最聪明的哦。来 ，CB9 的大家，你刚刚说的全部就是答对，因为他们都是。但名字吗？可以啊。鲁吉、罗布鲁吉、卡基维、卡里发、布鲁诺、加布拉。那个啊，男人，男人啊，你就5分，算，耶，活过来了，好，再来香香，他跟我有一个贤娜美，因为他之前那个哦，可以，可以，聪明聪明，可以可以，算，那个对对对，最前面那个阿龙，对，可是我曾经那都形容，就是有形容就0.5，常见，对，可形容就算0.5。这题有回血哦、喔，这东西我想要了。OK， 对 ，OK。再来下一题，除了 Luffy 之外，写出五个名字中的第一个角色。Yeah， 哈哈哈，我写六个，哦、七个，我写七个，哈哈哈，太简单了，因为我喜欢的人就有一个。有那么多个哦、喔，有超多的，其实蛮多，但有些角色太细。第一个意志，好来，请翻牌。卡普、多拉、格罗杰、艾斯、艾斯、罗杰、黑胡子，你几个？你三个。好，来，我讲我的。罗、黑胡子、鲁夫的霸人的爷、罗杰、鹿九、艾斯，他位置5分。我是谁啊？对，看不懂。对对对，金姐是萨博，萨博没有。啊，萨博没有。罗扎，那最后一个是什么？这是 Lady， 你知道吗？这是 Lady。哦 ，Lady 没有。那我两个。罗对，黑胡子对，海贼王。他是最重要的人。
这个不行吧？对啊，哎，我写的出名字零点五，没有，我写了七个啊。嗯，我还要写鹿，他也是艾斯家族的，我写。在第十四题，请问右图三只分别是谁的电话虫？哦哦哦，这个如果答错，真的是。真的是什么？假粉哦， oh. 这是算送分题的，请翻牌。大妈罗多弗朗哥，哦、oh, 有，都对吧？有，没有，对对对，这个对了，没有作弊，错的可能要直接出去。图中白电话虫的功能是什么？一发动非常着急，二防止窃听，三窃听，四监视。第三个是什么意思？偷听，偷听，偷听。那第二个是防止偷听。啊哈，非常着急，知道吗？是这个图魔力。我这个听得懂，我这个都看得懂。对，谢谢。请翻牌。耶！革命军通话时都会使用，所以防止被窃听。电话虫才是窃听。然后那个发动器，那个 Buster Call， 对对对对。哦哦，你好厉害哦！海军上将 R O， 可以，可以。亲，这是亲自吗？黄原赤犬的本名是什么？我不会，我。耶耶耶耶耶！我的时间来了。耶、yeah! ！他的名字不就这样这三个吗？傻什么？算绰号啊！我讲 Aoki 还蛮厉害的。没有，这是 Aoki 是。哦，是 Aoki。Aoki 是对。哦 ，Aoki。我就烂，我就会发现十遍。不该打。你又画了？什么画？名字什么画、啊？请翻牌。我你要把它念出来。对。库长，我很闲。然后，博鲁萨利诺，萨卡兹，萨卡兹。这个是不是日文的那个优势啊？优势。哦。我写萨特洛斯。你不对、啊。你怎么那么厉害？我看这个汉字差不多一样的念法。库长，博鲁萨利诺，萨卡兹。他的名字一样。暂停。出自于海军的名词 SSG 是代表什么意思？提示：在废除七五海后出现。应该是简称吧，它是简称，超级修哥，超级士兵，我没有写，好乱，特殊科学班，人造果实能力值哦，特殊科学班哦，哦这好难哦，还没，这个动画有了吗？还没，我因为我没有看动画，应该没有吧，你出太难了，好，十八题，他是感觉接下来的我都没看了，十八题。下列哪个角色没有霸王色霸气？大家我会问他青椒是谁吗？在斗技场有一个偷人剑的。嗯。哦、oh, ，跟鲁夫打。哦、oh, ，好，我知道是谁。青椒有两个人吧？啊、oh, ，对，青椒两个人。对对对。你有看那几次？对对对对。I know。对。记得有吗？三个都有。哎、欸，我这题我还可以讲故事哎、欸。凯多讲过一句话，他对鲁夫讲过一句话。霸王不。他说霸王色就是不需要那么多个。好啊，请公案。出错了，黑胡子，对，就是黑胡子，好险。好，没关系。再来第十九题，请问右图是哪几个海贼团的海贼旗？写出船长的名字即可。我们就自己画十字嘛，然后这样写。其实蛮难的吗？应该中上左右。我不叫你出简单一点吗？而且在我后面就没有集数可以做，我还要做终极版跟困难版。没有，一定有更难的，像日本的那种，很刁钻的那个太难了。矛盾大对决，对对对，那个制作人，然后什么编辑。然后跟那个对对对出题，然后两边互相的，一个是粉丝尊严，一个是那个编辑的尊严。好，请慢慢。罗基的黑胡子哦，是罗杰，对，两个而已。再来就是我们的最后一题啦，大家终于到最后一题了，决胜题，这题加五十分啊，没有，那我们前面干嘛？增加强度。请问下列谁没有去过最终之岛拉夫德尔？一红发，二雷利，三光月，玉田，四可乐科斯克斯。是谁呀、啊？提示一下，可乐克斯有照片吗？就是跟拉夫在一起那个。哦，这个提示很好哎。真的真的。你知道灯塔看什么吗？你知道拉夫吗？拉夫是什么？拉夫就是那只金鱼。哦、oh.。Yeah, 然后他不是有个朋友在守灯塔，那个大叔。Yeah. 好了，请慢慢。写红发是红发、哦，其实因为其他三个我很确定，所以我只能猜红发。因为光月有在白胡子那边，对，他就要他上船，因为我三个其他三个都去过，也是三去。嗯，好啊，我们现在要结算总分了。在结算总分之前，请发表今日感言。我
好玩啊，可以有个奖金之类的。不要来，自动进被第一年。我觉得蛮有趣的，会让我回想到就是一些那种画面。对，题目难度你觉得？都是可以回想得到，但是就是因为有些是你要去写那个名字啊，或是什么，就会比较难。像那刚刚我们有一题是那个手中的刀是什么，那个就剧情都有提过，可是你要特别去把它记起来，可能要偏细节，对，比较细节一点。陶米先生，请发表。可以给我一个新鲜吗？对不起大家。各位现在看这个影片的朋友们，或是 UC 的粉丝，或是不管是我的粉丝，就是我在这边想要道歉一下，开场说的那些话，希望他会剪掉，但应该是没有办法。对，没有办法。拍这网就是从日本来的，是吗？哦，对，没错，就是犀利拍。所以在这边，ごめんなさい，すいません。没关系，观众原谅你。没有，反正他选的题目我觉得很好，很好。嗯，因为选题目真的很难。好啦，没事没事，再来换来香香。你觉得今天这样难度 OK 吗？就是有几题我有猜题有猜中，但是还猜题，就是因为我是太不会背，就是平常现实中人名也会忘记，所以我就干脆就不背，就是形容，所以有一点。分的感觉哦，不过我觉得你今天可能会是表现最好的。那我们助理小熊，请公布今天的分数。09获得25分。哦，对，鸡24分。哦，红米17点。对不起。好，香香26分。今天最强的是香香。奖品虽然看起来没有很好，不过哇，不错啊！我们的奖品是那个时候我在日本的那个专卖店买，它是那个罗的杯子，哎，很好哎，棒哎，酒桶那个杯子，它是有金色在后面的哦，很贵吧？快1000块，哦，很棒哎，恭喜你！哇！然后我们的处罚来了，好，那回家吧，回家回家回家，还要画天龙人的标记在身上。那让你自己选个位置，我们有水性笔，我们很优质，是准备水性第一名画，可以吗？不好意思，我眼镜再给画下去。但你不觉得这个好看吗？这个标记吗？其实很好看，我也觉得，其实真的吗？你觉得蛮好看的？不错，怎么了吗？它很像一个爪，那种掌，对，猫掌印的。哇，你画得很漂亮。这是惩罚吗？抱歉，我刚刚其实很开心，因为对美女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所以这其实不是惩罚。好，那非常谢谢大家来玩。大家如果想看我邀谁来玩，可以下面留言。对题目有任何问题呢，可以下面就是讨论，但是理性讨论好不好？不要攻击来宾，不然你们这样我会请不到来宾。对，好，喜欢影片记得按赞订，然后订阅，然后留言分享。那记得零九什么旋转，你没有？没有，没事，你已经很红了，好。聪明的个人频道最近做的超级好，对，我很常在看，对，赶快订阅一下聪明的个人频道，然后香香的话关注香香的 IG， 因为她很会吃。好，那就到这边了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见。So many things that I love.